翻开例题五了哈，一样哈，我们假设呢，这个向量哈叫做 A 啊，啊这个向量叫做 B， 啊这个向量叫 C 啊，啊这个向量叫大 D。好，那么它的那个解哈，这个式哈就等于多少哈？就是说，嗯 ，X 啊哈，就是 A。B、C 啊，然后把这个 A 换成 D、E、C 啊，这个是等于 X 是啊，然后这是 A、B、C， 二分之这个多少呢 ？A、B、C 啊。这等于 y 是2，然后这个 a b c 分之这个 a b d 啊，这个是等于3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解，这个解 x 等于多少？这等于这三个向量构成的平行六边形。这是 A 二 B， 它跟那个三 C 啊，它分多少呢？我就把这 A 哈换成这样，这四 D 啊，好，那这是二 B， 那这是三 C 啊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二可以跟二消掉哈，二三可以三，我就冲出去以后就可以消掉，消掉要剩下四倍的多少呢 ？A、B、C 啊，它分多少呢 ？D、B、C 啊，啊这个就是刚刚的解释，就是四四十六，啊四四十六，四乘以四等于16。好，再来我们看那个 y 的话就是 a 二 b 哈，三 c 啊，八分之多少 ？a 把二 b 代成四 d， 好，按的是三 c 一样啊，啊这个都约分约掉了，就剩下二分之四，这是两倍的多少 ？a b c 啊。二分之 a d c 啊，它就把这二乘以多少？二乘以那个 y， 好，就第一个解的 y 二，它再乘以这个是四，那这呢就等于这个 a。二 b 三 c 啊，三 c 啊，啊分多少呢 ？a 二 b， 啊跟那个四 d 啊，所以等于多少？所以等于三分之四，啊这二约掉，三分之四倍的多少呢？这是 a b c。它上面的是 A、B、D， 它这个就等于三分之四啊，乘以它的三，所以就等于四，所以是16 4跟4，好，16 4跟4。